OK，那这节课呢，给大家带来是我们最新抖音搬运的一个方法。我们之前用的是，像蜜蜂剪辑，对吧？我们把这个视频给它分割，然后每个视频呢，去给它改参数，然后我们再通过一个去原因，在抖音发布的时候加了新的声音，对吧？从而导致就是这个视频它里面的参数乱了，抖音它是检测不出来的。然后现在呢，还有个。最新的就目前是最新的，也市场上很少有人在用这一块。就是我们要明白一个点，就是抖音审核视频呢，它是通过就等于说人脸识别，它去识别这个视频里面的画面，包括说清晰度、高精度啊等等等等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改它的一个参数。但现在最新的呢，就是我们通过什么呢？3到4段同样的视频，然后给它组成一个视频。那这样的话，抖音它就检测不出来了，这就是100%原创。OK，那我们先看一下啊，我们找了3个视频，给大家先看一下。情人节就快到了，我花了一顿早餐钱给女朋友买了这个礼物。在一瞬间，有100万个可能。OK，我们再看第二个。我用的充电器，我老婆用的充电器。OK，第三个。我用的充电器，我老婆用的充电器。无名之辈，我是谁？我们谁也无所谓。好，这个大家应该看到了，我们这三个视频呢，都是什么？同一款商品，就是那个充电器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用这三个同类的商品呢，把它啊同类的视频，把它剪辑成一个，就是原因不变，但是我们可以把里面视频的画面给它变掉。OK，那我们需要准备哪些软件呢？第一个是剪影啊，剪映啊，应该是剪映啊，我把这个加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。剪映啊，这个是抖音出品啊，最近。刚出一段时间，那第二个呢，是一个英文啊，这个我也念不懂，然后我给它打出来啊，好，所以我加大，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片啊，就这个，就这两个软件啊，再看一遍啊，就这两个软件，OK，那首先我们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？第一呢，我们就是找一个有原因的，比如说我们找了一。刚才那个视频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找3到4个同样的视频，就是我们可以找三个，也找四个都可以。然后我们从中间取一段，取一段找原因，就是我们取一段原因，比如说这个原因，我给它放一下。我用的充电器，我老婆用的充电器。就是哎，我用的充电器，哎，我老婆用的充电器，对吧？它这个背景音乐，哎，我觉得这个可以。好，我们就选这个。为原因，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什么？1、2、3、1、3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把这个视频呢，就是1、2、3，对吧？我可以组成。那后面呢，我还可以从把一的片段再加进去，再用三的片段，就是这种的去重合，能听懂吗？就给它重合。待会我会实操给大家看。那第四的话就是我们做完这个视频之后呢，我们在里面加个背景图。在这个视频后面加背景图。然后最后加完背景图之后，我们再加文字，这就是一个100%原创的视频了。OK，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，直播操作，好吧？OK，那我们先打开这个是我的手机模拟器不，这个是手机的投影这个是手机操作，我投影给大家看一下。那首先呢，这两个软件我们先点击一个剪影啊，剪映啊，剪映，好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先添加，我们开始创作啊，就开始创作一个我们选择的原因视频。我们点击，那这个时候1、2、3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点击中间这个，我们添加。添加之后，我们看一下啊。我用的充电器，我老婆用的充电器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完之后呢，我们先什么？我们先留一个什么呢？我用的充电器。能听懂吗？我用的充电器，好，那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用手啊滑动这里啊，虽然大家看不到我的手，呵呵，因为这个是投屏啊，我们先用手滑这里，比如说，哎，我要前面的一段，
看到没有？好，我用了充电器，点击一下啊，还是一样，点击这个视频啊，用手机用手点击这个视频，然后这里有个剪切啊，我帮它拉一下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个什么分割，还是一样的，分割出来，对不对？分割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再点这里，因为我们要加视频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把这里有个加号，点击加号啊，这里有个加号，点加号，我们加呢加第二段这个视频啊，那我们再看一下，我用的充电器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这个是一个新的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可以什么呢？把前面这个段，就是我用的充电器这里，给它什么？给它删掉。哎，我稍微拉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点击一下，给它什么分割？那这个阶段呢？看这里面一个段就给它删掉了，因为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第二个视频里面的，这里有个删除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下面有个删除啊，下面有个删除啊，下面有个删除，点击删除。那我们再反过来看一下啊，我用的充电器，我用的充电器，看到没有？它中间还有一个白色的，对吧？我用的充电器，那我们就没删干净啊。那我们继续，好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呢，啊，再给它剪干净一点啊，就是分割，那中间这里。等一下，分间这里给它删除掉就行了。那给它拉大一点啊。那就这里，因为它的太密度太小了，我们直接给它拉个密度，给它拉黑啊，给它删掉。好，我们继续放一下。我用的充电器。哎，从头来。我用的充电器。看到没有？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是不是把第二个视频的内容给它加进来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这里的时候，我老婆用的充电器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什么呢？给它剪辑，给它分割。那这后面的呢，我们都可以不要了啊，我们都可以不要了。然后给它点击，给它删除。好。那这个时候你看，我们再看一下啊，我们鼠标看一下，这里呢是一个什么？我们第一个视频的第一段，对不对？那这里呢是我们第二个视频的中间那段，对吧？这里呢是什么？啊，是也是第一个视频的，我们播放一下看一下就知道了。用的充电器，我用的充电器。我老婆用的充电器。好，那这个呢，我们可以把这段什么呢，也给它剪辑出来，就是把这一段，然后到我老婆用的充电器这一块。好，那这里我们还是一样的，点击分割。哎，没点分割啊。点击分割。好，这中间呢我们肯定不要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声音可能说不同，大家不用担心，因为到时候我们会重新添加声音就行了啊。那这里呢，哎，我老婆用的充电器，那比如说我们再放下充电器，我老婆用的充电器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我们把它这个给它删掉。好，给它分割，后面呢我们就不要了。那我们再点加号啊，我们加什么呢？这个视频出来。第一情人节就快到了，我花了一顿早餐钱给女朋友买了这个礼物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用什么？我老婆的充电器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什么用这里这个视频。哎，好，给它分割。那这中间呢我们就不要了。好，那我们重新放一下。我用的充电器。我老婆用的充电器。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。看到没有？
啊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什么呢？我们把里面的什么视频，就是一二三个视频全部给它组合起来了，看懂了吗？不会操作的，多操作几遍基本上就会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如果说我们声音配不上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点击关闭原声啊，关闭原声。那关闭原声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什么叫添加音频啊？添加音频，添加音频，我们就可以选择什么呢？就是这里有个什么提取音乐啊，提取音乐，看到没有？添加音频这里有个提取音乐，点击，还是用我们第一个，好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可以播放。我用的充电器。我老婆用的充电器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声音是不是长了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把声音给它剪掉，一样的啊，也是分割，把这里给它删除。好，那我们再放一下。我用的充电器。我老婆用的充电器。OK， 那这就是什么呢？我们把这个视频给它什么重组了，就三个视频给它融合到一个视频里面来了，对不对？刚开始的是什么？黄色字体的是这个，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啊。老婆用的充电器。对不对？我用的充电器。我老婆用的充电器。这是我们那个第一个视频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原来的啊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。我用的充电器。我老婆用的充电器。好，那这里呢，大家看注意一下啊，这里有一个那个剪影的一个水印，我们一定要给它点击一下啊，这里啊，用手点击一下，有个删除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右下角有个删除，哎，这个投影稍微有点卡啊，投影有点卡，就是我们点击的时候呢，看啊，出来了，这个投影有时候有点卡，有时候就不卡，我们点击删除啊，不要添加尾部。那我们继续再放一遍。我用的充电器。我老婆用的充电器。充电很卡。好了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导出啊，一定要记得把那个片尾给它删掉。如果说你有做什么什么品牌的话，你也可以自己加片尾啊。OK， 我们导出。啊，就右上角有个导出啊，右上角有个导出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已保存了我们相册了啊，这个时候已经保存我们相册了。那我们打开我们第二个软件。那第二个软件的话就是这个软件了啊，这个软件了，我们点击。这个软件呢，点击完之后点击一个视频啊，点击一个视频。好，然后我们点击新建，啊，这都比较简单。OK， 我们找到这个十秒的啊，这个十秒的。打开了，我们看一下。我用的充电器。我老婆用的充电器。啊，非常完美。那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一下，有个很小的细节，这里看到没有一个水印啊，这里有个水印啊，我再讲一遍，这里有个水印，一定要去给它擦掉啊，一定要给它擦掉。看，去除一次免费的啊，去除一次免费的，好。OK， 不然的话你导出来有水印的，明白吗 ？OK， 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还要怎么操作呢？就是我们要在这个视频后面给它添一个背景啊，添一个背景。那我们首先呢，先加一个背景啊，稍微找点一下这个视频，哎，不要点这视频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个背景啊，这里有个背景，我们点击背景，那。点击背景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图片的形式啊，我们随便添加一个啊，你们自己可以去做个背景都可以啊，然后我们随便添加一个，比如说我添加一个我支付宝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先不管啊，可能说它这个现在看着啊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先给它点击模糊也行啊，不管是模糊还是什么都行，我们点击确定啊，这有个对号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返回来这步很关键啊，返回来之后点画布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什么呢？苹果5:5的啊，苹果5:5，苹果5:5
啊，就5.5，看到没有？这样的话，它就会出现什么？就是变成这样了。那我们呢，一定要露出来一点东西啊，一定要露出来一点东西，因为它检测不到。就是我们比如说底部，看到没有？我们手啊，手，我现在这个手呢，是在按着视频不动，然后我们可以放到这里，啊，就是稍微露一点点，底部露一点点，啊，这也是为了就是完成度嘛。OK，你看这个我们确定一下，我确定一下，看到没有？那我这个视频就是下面露了一点点底色啊，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视频背景，比如说这个背景的话，啊，我们可以搞个天蓝色呀，就是这种啊，因为它不影响，但它检测的时候呢，就会给我们增加权重。好，那这个我们背景增加之后呢，我们添加文字了啊，这里有个文字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里有个文字，这里有个文字，我们点击文字。啊，那比如说，这个手机壳的视频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什么呢？他什么？哎，老婆的老公的。啊，我在老婆在家的地位，啊，就行了，对吧？这个也会影响到就用户他们会点击啊评论的。那这个呢，我们要放在顶部啊，要放在顶部最顶部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啊，这个要放在最顶部，就是顶部的话呢，让它去盖到这上面这一层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是说它检测呢更检测不到了。能听懂吗？那我们这一步呢，是可以去什么给它放大，放大之后呢，在这里啊，我们可以去点添加一些这个背景啊，我们双击这个文字啊，我们可以添加一些背景，哎，就这个红色的啊，七彩的啊。那我们再拉到底看一下，那这里有个框框啊，这是底色颜色，我们点看，点这个位置，好，OK。是不是很明显？老婆在家的地位。那我们这字的颜色也可以调，就大家随便可以调，就像这个颜色，什么颜色都可以调。比如说，你看，哎，稍等，我这个录屏又掉了。好了，刚才那个掉了，就是投屏掉了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啊，这个文字呢，我们可以双击，对吧？然后这里呢，文字的颜色是可以改变的啊，看到没有？啊，然后我们点击确定啊，点击确定。啊，这个文字我换个颜色吧，啊，因为我们要换明显一点的啊，要换明显一点的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点确定之后还没有完啊，看到没有？它这个只是在你这尾部的，那我们要点击什么呢？要让它覆盖全，那点在这里，点就这里一个，破折号的这里，看到没有？视频开头，这个到视频结尾。好，那我们拉回来从头看一下。我用的充电器，给大家拉到从头看一下。我用的充电器，我老婆用的充电器。好了，这就是一个啊，我再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完整的视频。我用的充电器，我老婆用的充电器。OK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点击这里导出就行了啊，这里点导出保存就 OK 了。好，那这个剪辑就完成了。那基本上呢，啊，这个是可以过很多很多的原创，啊，不管说你发任何平台都行，OK 吗？关键就是在找视频，啊，比如说像你要做什么那种什么水龙头的，对吧？它有很多什么有洗水果的呀、洗盘子的呀，你都可以去剪辑，对不对？啊，能明白吗？那如果说他没有口播的，那就更好剪辑了，对吧？你只要加自己加时间就行了。那如果像这种我们剪的是有口播的，那比如说，哎，老婆在家的地位，老公在家的地位，我找3-4个视频一样的给他剪辑一下就行啊。新手的话慢慢来，好吧？新手的话慢慢来。好，那这就可以到这里。